从今天开始，希望能成为好伙伴。你在想什么？居然跟他合作？我不能让我父亲的公司就这样倒闭。搞砸才玉哥人生的人就是你啊！才玉哥再也无法做料理了，都是我害的。郑才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月儿小姐？等计划案成功，继续跟洪世娜合作，把我跟本部长赶出去吗？如果对行程有利，也不无可能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《甜蜜冤家》。